当当当当，我们先来一睹新娘子的风采。海哥，哎呦，这俩是不是不认识了？新娘子按道理这个时候不能说话，因为要腼腆一点，我们中国人对吧？中式婚礼，潮汕是这样的，我们这边不讲究，可以说话。这成了新房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么喜气。他们说要画红色的，喜庆一点。这新郎家才是洞房啊，他家也是红色的。哦，就是在新郎家里待几天？三天吧，三天回、要回地，有时候回门。啊、这里是娘家。好，今天我们是娘家的代表啊，我们再次恭喜少郎百合永结同心，谢谢百年和好，耶、yeah! ！